黑客竊取嘅係我哋 MB 呢十年嚟跟緊嘅嫌疑毒品檔案，邊個係香港最大毒販？我哋警方從來都冇公佈過。我自細就見好多導友因為吸毒搞到家破人亡，只要殺死香港最大嘅毒販，我會用1億港紙嘅獎金。我哋跟緊幾個可疑嘅大毒料，其中一個叫做地藏。邊個咁夠姜？我哋場都夠膽受。 你賣完喎！我足夠1億1000萬，買起你送啲。我哋嘅比賽開始。係啊，我哋嘅比賽開始。 我还比我严。